太毒了！我说你身上不够吧？ 但是这整个帐篷都是在我的帮助下完成的呀。我就不爽了。哎，你没记得我放了2张床垫？怎么只剩一个了？难道今天晚上又要跟他睡在一起了？ 安之夏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只带了一张床垫。不过我已经想好解决的办法了。看，在这个床上贴着一条3八线，我保证今天晚上你一丁点都不会越过这条3八线，绝对不会打扰你睡觉的。再说吧。喂，你去哪儿？去海边啊。 我，这么小？虽然他个头不大，但是他很霸气。哦，就跟你一样，张牙舞爪，横行霸道。安初夏。 别走啊！好漂亮！许个愿吧。许什么愿？希望含金路的变快一点好。该你了。好。没了。 那我们拍照吧。我有去过。拍吗？嗯。没有。我给你拍。转过去。耶！两只手嘛，两只手好看。你确定？ 这个造型好像不太适合你啊。那我们还是一只手吧。这个。好，预备，1、2、3。不错啦。我们拍个合照吧。好。 可以吗？